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，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。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。看我的劳苦，我所扶持的，我所拣选的，我的心所欢喜的，我有将我的心托你，托伊，伊要将公理传到外邦。伊无宣判，无出声，也无国家奴隶听见伊的声。受伤的奴隶，伊无压制。买花的名贵，伊无拍死。伊照真实将公理传播。伊无称心，也无失胆，祈求伊伫地上设立公理。海树拢听候你的大事，要看上帝创造这的天来展开伊，你看地甲你所出的变化去，予地上的鸟百姓用心服服，听伫伊去顶面的人讲，我要花言公义料理。要牵恁的手，保守恁，予恁做百姓的约的良保，做外邦的根，来开清明的目睭，带受灾的出家，也定伫黑暗的出家乐。我是亚花，这是我的名。我无将我的恩光归予别个神，也无将我的名声归予雕刻的偶像。看，前个书已经成了，但我也要将新的书讲明。这个书也未发起以前，我就讲予恁听。以上呢，圣经的话读到这。咱今仔日的根据是伫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一节，咱做起来看，做起来读。看，我的劳苦，我所扶持的，我所拣选的，我的心所欢喜的，我有将我的心予伊，伊会将公义传予我吗？华语，看啊，我的仆人。